一年都不回来，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哦哦，完全都没有极限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，哦哦，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我提出强烈的抗议。抗议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大邑。四川大邑是福地啊，有海拔这个5000多米的那个叫什么西岭雪山，咱有咱自己的西岭雪山。你唱唱咱们跟西岭有关的歌有没有？有有有，西岭山歌吧。哎，这才对嘛，西岭山歌唱吧。西西岭山歌它是一种什么形式？是对山歌啊，还是就自己唱的？都有，有对唱，有独唱。有对唱是吧？对对 对， 有对。那咱们今天现场有没有哪位美女跟杨健自告奋勇唱一个？好了吧，对不过杨健，对山歌好不好？开始找，哎、开始找啊，开始找那什么了？哎呀，找元首了。哎，主持人，主持人，听我说，这个对歌非我莫属，谁也别跟我抢啊！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冲着我来的？什么叫冲着你来的？被你看出来了。你唱西岭山歌唱得好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、我就觉得我是唱最好的。那你们先对一段我们听听怎么样？对的对的。行，因为现场的美女比较多吧，嗯，我们就以美女为主题，我来现场来对一下。你来对美女，我那你是不是就要唱帅哥呢？那必须的呀。好。今天那个现场有黑美女有多美，美女听听，帅气比不过谁？那个毕老师、傅老师哎，我就是都给整错了。看你今天咋下哟，台喽！看我咋下台呀、啊？我觉得这位姑娘你非常的客观，你对主持人形象的演绎，我认为还是很中肯的。那你来两嗓子啊？你来两嗓子。来两嗓子，朋友们。下恰恰下定啊，手哇哇发软，呀吼嘿，那切个筷子啊，多不切个碗，呀儿哟，怎么样，姑娘？算了，咱别唱了，这个唱不了，你也对不了。你知道吧，他这个山歌你听都没听过，旋律都不知道，怎么对呢？我就问问这个女孩，你到底是冲着毕老师来的，冲着我来的，还是冲着杨健来的？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就是我们的山歌王子杨健。你冲着他来的？对。哦，你们俩认识？对。认识多少年了？认识10几年了。我们已经相识了5年。
人家刚说十年，你怎么相识五年呢？结婚五年。结婚五年。哦，你们这两个骗子。不是骗子啊，这不也没人问我们吗？我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当着人家老公的面说，你是不是冲着我来的？自恋惯了吗？看着你这身装扮，我不太了解你到底是什么职业。我是教书的。教书的。对对对。教什么呢？音乐，音乐老师。音乐老师。小学音乐老师。那你的夫人呢？也是纯正地道的乡村音乐教师。难怪呢，你们这么般配。我想问问你的老婆，老公唱歌受欢迎吗？受欢迎啊。那比如说他唱歌，你像刚才啊，那么多美女都被吸引了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暗暗的有点醋意吗？没有，我很自信的。老公吸引人，说明我有阳光呗。刚才两个人高音都很高，我想问问，在家谁的嗓门大？我。好。但是嗓门高不一定说了算。对。对。四川流行的是耙耳朵。这样，你们俩再现一下，比如说在家干家务呢，看一看谁听谁的，咱们即兴演唱演唱。可以，那我们就。你平时那个洗碗吧，年轻朋友都不想洗碗吗？煮了饭都不洗碗，你留给我，我留给你，推给你，推给我的。那我们就以这个为题材来唱，用心理上个的调来唱一下吧。一洗碗来哟，我嫂子也要哟，我煮饭来就该你洗哟碗喽。光吃哟烦喽，小还是小，高跟洗碗，洗碗，真好真好，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对幸福的小夫妻，谢谢大家，好谢谢。